一分钟之内吧，有的时候不到一分钟，30秒结束了。爷爷奶奶怎么样啊？好啊。叔叔婶婶呢？叔叔婶婶你好啊。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我没有啊。因为我从小跟我爸交流不是很多，就。 你在干嘛？吃饭呢？我在吃饭呢。哦，我有句话想跟你说。啊，你说。啊，我爱你。好，我。你现在怎么说这个话？啊，没事啊。你告诉我有什么事？没事啊，就我爱你，没了，拜拜。好。 有的时候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感情吧，就可能有的时候把自己埋得深一点，就是很害怕，但是跟家人吧，我是不好意思说出口，我是。打来。喂。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没情况啊。是不是？那个。 我跟你讲的，如果说没有那个组织好，没关系的话，是这种新手主持的话，他很多东西，包括这种各种的综合素质，他都需要，而且应变能力，对吧？嗯，所以没有关系的。嗯，你觉得呢？嗯，我觉得也是，还好吧，其实，哪有你想那么差？ 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，没事的。好，别看我严厉，严厉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也是为了你好，对吧？嗯，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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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拜拜。只要我打电话，事情不跟他说明白，他就可能会一直跟我说，一直跟我说。他就说有什么事情跟我说，就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就是天塌下来，他都扛的那种感觉。 就这样。